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廷宇。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，近几年台湾一直是香港人移民亚洲优先考虑的国家之一，反送中运动之后更是成为首选。移居台湾的港人年年增加，最近大幅成长。每一位香港人移居或定居台湾有不同的原因，不过今天独立特派员要跟您介绍的两位在台港人，一位是在台湾工作23年的音乐人钟景培，他自称自己是香湾人；另外一位则是在香港做过出版业，在大学从事生死教育的钟慧庆，他去年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申请移居台湾，目前在台南开了一家道地的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餐厅。两个人来台湾的时间和理由虽然不同，但他们同样对正在进行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有着浓浓的情怀。音乐人陈明章是钟景培多年好友，他特别写了《香港自由》这首歌，声援反送中运动，也是对钟景培的最大支持。而钟慧庆则将自己的餐厅空间打造成认识香港、声援香港的平台。钟慧庆说，透过这次反送中运动，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完全展现出来了。而钟景培则希望台湾能够尽快制定难民法，给予香港人最直接的帮助。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在台港人，他们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故事。这一张我们是特别在美国录音的，做那个舞台。所以这张特别做了黑胶。他是钟景培，来台湾23年，从事音乐工作，喜欢在家里听旧版类比黑胶唱片。六月以来，已经好几次回香港声援反送中运动。他们可能有一些是1997年以后才出生的，他们那一种反共的 DNA 到底是从哪里来？现在的香港在催泪弹之下是最漂亮，因为人的光芒都出来。他是钟慧庆，去年在台南开了这一家我转居，主打友善食材、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。我为什么叫自己的店叫瓜转居，就是瓜流走过会留下痕迹。台湾一年的钟慧庆终于等到8月7号这一天，可以到移民署台南第一服务站申请换发台湾身份证。你好，就是要把那个居留证换那个定居证，你看一下这个文件对不对？因为我居留够一年了，就可以把居留证换身份证。那台湾就要求中间先申请一个定居证，然后拿到定居证，再去当地的办理那个入籍跟换身份证。麻烦您手机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哦，好。过来就要请办新证进来。好，谢谢。钟慧庆这一天穿着黑色 T 恤，背面印着“我是香港人”。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当初过来的时候没有，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，是想要过来开一家店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因为老天爷的安排，加上喜欢老屋，钟慧庆正好看到这间透天厝正要排让，于是窝转居就选在这里开张。不管是挂在门口的说明，或铁卷门上写的“在台南称香港”，都是为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运动，也引来台南旅行的香港人好奇驻足。走过雨山运动之后，我觉得我不只想开一家推广友善料理的店，
我还想说透过我的小店跟空间，把一些的香港的价值观，或者说香港人现在讨论的议题，还有真实的香港给台湾人看。二楼是开放空间，墙上展示的是他的香港好友萧云提供的雨伞运动系列照片。这里也办过声援反送中的音乐会。香港人给我一个完全没办法想象的新的香港人的状态。这一次的年轻人给我的看到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连自由都没有，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新疆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叶菜先吗？好。每周的菜单食材都是来自台湾各地小农的无毒有机耕种，包括马告部落，主打的就是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。没办法看手机嘛，你都要专心煮饭，然后供餐，然后等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，通常就十点，然后通常就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当然就是当一个键盘打手，就是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讯息。来台湾之前，钟慧庆在香港大学做生死教育，辞职后把所有的退休金投资这家店，趁备菜的空档，带着绿豆汤到邻居那串串门子。小峰他一个人来这边呢、啊，所以我们会分享食物。对，他很好啊。因为他爸爸会种菜，会抓鱼，然后拿到什么就分东西给我。最主要因为他要做生意，然后呢，他又很担心香港。很好吃。谢谢。特别是在对的地方。更好吃。谢谢谢谢。上个礼拜我们都。很多台湾人都在收集那个安全帽，二手安全帽寄到香港。我今天没有安全帽，还去买了一二十顶装箱。一楼墙上分享的是反送中运动讯息，靠近门口柜台放着《自由时代》杂志创办人郑南榕的照片，还有百分百自由布条。由于无法亲临反送中运动现场，钟慧庆都是靠香港朋友提供第一手资讯。而让他最不舍的是六一二清场过程中，一群身心都受到伤害跟冲击的中学生，有打伤，然后他就往前看一下这个年轻人，才中学生，然后他就帮忙把他送去医院，他就看到有几个中学生在马路那边坐下来哭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就问他们哭什么。那些中学生说，我们明明有拿到那个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，为什么他们还过来打我们？来。民主甲自由，咱行向世界去。对，刚刚要讲啥？我要讲啥？今仔日的台湾，就是明仔载香港的希望。哈哈哈，好赞啊！咱有无同款的心势，但是咱同款面对太平洋，咱要对全世界行去。元朗无差别攻击事件，不止香港人触目惊心，也让陈明章气愤难平。两天内完成《香港自由》这首歌，声援香港。
怀孕的妈妈嘛，伊就叫去有一个乌多去拍哦，迄当然很糟糕，心里很难过，难过回去就在桌琴桌上就吉他就拿起来弹弹弹，那灵感就来，就把它写出来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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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锦培虽然人在台湾，却是一直心系香港。1996年香港主权移交前一年，他被香港滚石公司派来台湾，担任制作部经理，一留就是23年。自称香湾人，家中成员除了4只猫，他参与制作了音乐专辑、书，还有最喜欢听的黑胶唱片，一收藏就2000-3000张之多。包括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影碟，也全都带过来。旺角卡门啊，重庆森林啊，东邪西毒啊，对啊，堕落天使啊，春光乍泄，对这些。好，谢谢。就是这一个王卫这一张，就是那时候在1996年的，那时候我在里面在制作部了，对。归南的时候就是哎。带工他们去过日本演出2次，对啊，这个。钟锦培平常在家里工作，屋内有不少代表性对联，靠门边的这片墙是缩小版的联农墙，包括真普选、七一游行，还有用便利贴写上反送中5大诉求。你不要拍照我的冰箱。这个冰箱是人家说是那个我去参加这些事情的。冰箱上的贴纸，挂了高高的布条，都是他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足迹。之所以对于反送中运动特别不舍，钟锦培说，他经历过香港天天声援中国64镇压的那个年代。那时候你说64。那时候还有教子扬出来帮学生讲话，你现在是香港这帮高官全部一个半个都没有敢出来讲半句。这次反国教的时候，我找了很多香港的台湾的独立音乐人，大家一起去比，那个时候就是比这个手势嘛，啊，不同的乐团。从6月开始，只要反送中运动比较危急时，钟锦培就想办法赶回香港声援，包括8·18170万人的集会，他也到现场参与观察。但是他们这个今年的暑假，今年的这几个月，他们扶了去香港，所以其实最不舍当然就是走在前线的年轻人，这些被屈辱的年轻人，去冲的年轻人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到的，就是他跟家人闹翻了，可能他都不敢回家，跟家人闹翻不回家，没钱，可能就是有靠可能一些教会或者是到朋友来边住。这个活动，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，那你们都是看到粉丝页的，对的，那谢谢你，也谢谢红小。不会，那就把它直接交给他。好，那我就来教大家如何不会失败的决议。这地方我比较擅长，就很像我昨天有发表一篇文章，就是说邻居家里都失火了，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。如果你袖手旁观，火就是慢慢烧过来。不用太用力。OK。
我们用一个像捐印这样子公益的一个行动，然后募资到钱，我就全数捐给612的一个人道救援基金，然后希望帮助他们。如果这一波失败更严重，因为已经是军政府，然后比送中条例我们想象的环境更恐怖，就是随时你可能讲错一句话，警察都已经可以插住你，然后把你拘捕，然后把你定罪。除了捐印公益行动，胡佳颖、陈燕玲还有陈美玲三位高中生也带纸箱现场制作行动联盟墙，让参加者用便利贴写下他们想说的话，其中也有移居台南的香港人。我觉得是佩服吧，因为像是我们在台湾，我们非常的安逸，我们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街上，然后警察是拿着枪对着我们的，这我们从来不会想，也不敢去想。觉得我可以做的就是这样，就是尽量帮香港这一边去厘清一些状况，然后跟台湾人说，那现在的香港的状况，如果你们投票一个不小心，就会走到现在的香港。朋友帮忙带这些面膜纸带去香港，我们一号站区的大埔的联络场连上去。勇哥，加油！我很感恩，就是老天安排我在台南。我不是想为自己高调，我是觉得如果有我相信的媒体来访问，可以把一些香港的讯息传播出去，那就算我回不了香港也值得。我当然就是希望香港年轻人就是还是不要绝望，我希望年轻人不要求一个很就是一次的胜利。我们到目前来说，我们可能只是我先赢的就是香港的人心。用痴心爱慨叹未来，自由民主人权尊严，自由民主人权尊严。香港反送中运动从6月9号以来就要迈入第13周，从夏天抗争到秋天，是香港有史以来历时最久的一场全民运动。独立特派员的记者也正在香港持续见证观察，会为您推出深入的报道。现在先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